欢迎回来，我是分享户外和运动的修。今天分享我的2023年度户外好鞋，请放心，全程无广，全部都实战过，请放心使用。首先是 Lowa Index Pro GTX Mid， 保护性不错的同时呢，还能保留清晰脚底触感的好鞋，鞋底偏薄、偏平、偏硬，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地面的路况。在户外踩到软坑等容易崴脚的地面呢，这种鞋会让身体本能的收住力，不会肆无忌惮地继续硬蹬，让身体能够做出正确的反馈。因为鞋底又薄又硬，所以鞋底的形变比较小，所以不会泄力。徒步之后，脚相比穿软鞋要舒服得多，鞋底齿耳不高，在硬地等综合路况防滑表现不错。鞋面虽然看起来像编织的网面，但实际穿起来挺耐造耐磨的。防水也很给力，而且侧向移动呢有支撑，鞋帮的高度适中，支撑力不错，还保留了脚踝的灵活性。中后足抗扭给力，前掌相对来说容易弯曲，这才是好的鞋子。男款43码实测一双970克。鞋子的中底现在各种运动鞋都在发力，用上了各种超临界发泡材料，宣传这些鞋子有多软、有多韧、有多弹。但是试了这么多，展会上也把玩了这么多，依然处于我心中第一的还是 Boost， 因为 Boost 软弹韧综合调教的非常不错，所以我买了这双 Adidas Heracus Free Hiker 2。有了 Boost 的加持的户外徒步鞋，真的很爽。这个时候一定有懂哥说了，户外鞋软了些力，越硬越好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那刚才推荐的那双鞋呢，就是偏硬的鞋子。硬的鞋呢有硬的好处，软的鞋呢也有软的好处。不过软在我这里呢，尤其是在户外鞋上，并不是那种泄力的软，而是那种韧弹的软。 Boost 也会根据鞋子的运动场景呢采用不同的调教，那这双鞋属于偏扎实偏韧弹的调教，不算软也不算硬，调教的很均衡。亲测徒步穿不泄力的同时呢，还能保持不错的脚感，那穿着特别想快走跑跳。一句话形容就是柔中带刚，刚中带柔。中底很厚，但是却拥有不错的路感，属实是有意思。还有就是阿迪达斯的抗扭真的很牛，能够限制脚形变的同时呢，也给予了一定的灵活宽容度，这才是好的抗扭。那这双鞋相当于是户外徒步鞋中的冷门甜点好鞋，有防水和不防水两个版本，按需选择即可。马牌大底，综合防滑和耐磨表现都不错。那男款43码非防水版一双，实测870克。接下来是索康尼的有损12轻，实测男款43码一双540克，包裹舒适，前掌微微宽松，很舒服，中足和后足比较窄，能够锁住脚，这种包裹才是户外鞋子最好的包裹。4毫米的鞋底落差，穿着走路接近自然步态，走下坡也不会有穿高跟鞋的感觉。一般鞋子有弹的脚感呢，需要做的比较厚，那这双鞋子的中底偏薄，但也有韧弹感，同时呢路感也比较清晰，外底齿耳很长，松软的地面抓地优秀，前掌有防穿刺板，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掌弯折，属于是有利有弊，五五开了，一双比较轻快灵的鞋子。接下来是 Hoka 的 Challenger ATR 挑战者六代，那这双鞋是我接触过的 Hoka 里面最喜欢的一双鞋子。因为 Hoka 的其他鞋子网友们传的开胶、不耐磨、破损，我在其他的 Hoka 鞋上面都遇到过，但在这双鞋上面一个上面提到的缺点都没有，质量超级好，脚感跟设计也超级好。那从视频里面也能看到，这双鞋已经被我造的不成样子了，一点性能损失都没有。那这双鞋只有 Hoka 的优点，没有 Hoka 的缺点，太神奇了。那类似的现象呢，在 Hoka 北美流行的户外实战款上也发现了。比较奇怪的是，后来国内流行的偏潮流款式的质感呢都很差。那这双鞋主打城市和户外两用，那一般两用的鞋子呢哪个场景表现都不好，那可这双鞋不是。那这双鞋没有参数派喜欢的微底，但在户外和城市防滑抓地表现就是不错，也没有参数派喜欢的超临界发泡中底，但脚感调教的韧弹扎实，徒步穿呢不会太软泄力，城市很硬的公路跑呢又不会震脚，而且过了这么久性能几乎是没有衰减的。这双鞋的鞋楦呢可能并不适合太多人，前掌呢是微微偏窄的，中足呢也偏窄，但是呢它把脚锁得很稳。其实这种鞋是比较适合徒步的，因为能够锁住脚，那下坡和侧向移动的时候呢，脚不会在鞋里面乱晃。那中底没有抗扭片，但是抗扭居然不错。那中底还有侧墙，提供侧向移动的支撑。那前掌是24毫米的厚度，路感是很清晰的。那5毫米的鞋底落差是属于比较全能的那种，走或者跑都很舒适。那男款43码实测一双570克，那真是一双奇鞋。最后呢，想说的是，像鞋子跟衣服之类的产品呢，并不像主流的数码产品那样买新不买旧。对于鞋子衣服来说呢，新的并不一定比旧的好，新的并不一定真正的升级了。比如说有的鞋子三代四代好穿，并不意味着它的五代六代就更好穿了。那不管说是看我的视频也好，还是看其他官方的宣传，或者是其他大佬的宣传，那十个人里面都说这双鞋很不错，但实际试下来你穿着就是没有那么的好，就是没有那么的舒适，那你也不要去买。因为鞋子呢是要服务于你的、取悦于你的、保护你的，让你穿得更爽的。所以呢一切的一切呢都应该以你线下试穿到的实际感受为准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，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对你有帮助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